阿姨是亚叔打扫的、啊，不是不是，他打扫，他拿阿姨打扫的。我不行，打不行。好干净呀、啊！干净，他喜欢，他干净。每一块瓷砖上都很干净啊！瞎说，你进去吧，我来办这个。你去看他们家，真的一尘不染的。瞎说了，真的。亚叔给我们介绍介绍，你哪一年住过来的？你们？我们八几年过来的。八两年。哇，你们这个柜子里面的东西都很漂亮。啊。这是亚叔收藏的，没收藏的那块，我不喜欢收藏。他们家，我家人他喜欢干净，每天擦了干了。摆的也很好，摆放的很整齐，也很干净。哎，小亮，那块块就是漏了啊，那块块漏了。就你小孩在日本，就你和阿姨住现在是。啊。这里真的是，每天都保持这么干净，真的不容易啊。他不是数日如一。那这个几十年哦，几十年就跟你干净了，四十年如一日，都是这么干净。他干净，天天。那你们可以评上这个上海的这个卫生之家了。他们真的，也是一种习惯呀、啊。也是一种生活习惯。每天你看一般的一刷不染的，不是没有灰的，上面都擦得干干净净。没有的，你可是电视，这个电视没有灰的，没有灰的。那我们真正实实去的，是的，这柜子后面都没有一毛毛没有，后面都没有，都是他们家。那阿姨每天擦一遍。难为情，辛劳还难为情。太好的习惯了，讲卫生。这里也很干净，你看。他们家。我感觉不干净。非常干净。这里硬件不好，把子你看这个金老说也拆了。毕竟这个房子也好几十年了呀，好几十年，八二年他说八二年嘛，有三四十年了。俺们搬得来八两年些，但是原来单位他们办公楼。那办公楼少了，俺睡房子呀，三几年啊，三十年了，没四十年嘛。哎，亚叔，你们卧室在哪？卧室在上面。啊，卧室在上面。他们自己搭了一个。这个阁楼、我们搬的那书房拿出来、上面有一个床，这没注意，你们还有空间的，别有洞天、上面自己搭了一个阁楼，搭了阁楼就搭了、这里是阁楼，搭了阁楼那个床在上面，这里是卧室、这没注意，刚刚以为是一堵墙呢。天热天嘛，他们把沙发拉出来、这个沙发是也是一个床、也有一个床，对，我们现在有点岁数嘛，爬上嘛麻烦，就是下面吹吹算了。蛮好的。一方面他，谁？我们年纪都不小，他要给你七十岁有啊？69。那真看不出来，感觉你像刚退休的。瞎说。是吧？瞎说瞎说。我们都是挺年轻的感觉。我们都是二十几年了。退，亚叔。他退休二十几年。阿姨退休二十几年，亚叔不可能这么早退。但是退休我没停过，我一直在外面帮人家做财务。阿姨是做财务的，亚叔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亚叔当的，阿姨是财务的。以前是做哎，也是财务是吧？嗯。哦，那你们两个是同行。后来不做了，两个同行那都很厉害了，共同语言多了你们。下了班回到家可以对账，两个人。他说我好笨。那不会。奔将近奔70了。哎。